杨怡林，杨怡林要上5.8的难度。这次世锦赛，杨怡林就上一项，也就是他的这个动作5.8。漂亮！刚才给大家介绍过，团体比赛特别需要能够有这些跳马实力强的女运动员，因为中国队的目标主要是美国、俄罗斯，所以呢，在跳马这个项目上我们不能弱。好，来看一下日本队的高低杠。刚才是个金格儿，分腿反掏360，接一个分腿的叶格儿。地主换杠。